好可爱、哦，好可爱哦！这颗不要杀了，这是独一无二的，这不可以杀掉，这颗不要杀就好。基隆在地插画家小黄坚随手就在柚子上画出超萌小熊，为了争取后疫情时代的旅游商机，基隆市政府再度与小黄坚合作，联手推出限定电子票卡，融入基隆景点可爱又缤纷的卡面，相当吸睛。冰卡其实现在设计就是希望它是以一个海洋为背景，就是呼应我们基隆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海洋的城市，然后我希望把所有基隆美好的景点都可以放到这一个视觉里面，让大家一看就可以一览无遗，然后很想要一起来参与。然后这次我就放了让我的那个蓝绿色的贝尔熊熊跟这个欧熊一起，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出发，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基隆玩。除了全新票卡，台湾好行滨海奇迹线今年也推出三款全新套票，包括主打悠游市区历史风光的城市漫游艺文旅，玩遍基隆热门打卡景点的基隆青春山海行，及全台独一无二和平岛美景的和平岛屿乐活游，最高打65折，非常优惠。那这三款套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它设计的非常封面的这个套票夹，那里面有相关的一些游程的设计跟套票的内容。另外我们在今年度呢也推出了好行公车的票券的电子化，这个也是在全台优先哦，我们设置了这个票券电子化的这个部分。那我们首度推出基隆好行的大礼包，虚拟的电子票。那这个部分呢，包括了好行的乘车一日券，还有百年联珍饼铺的伴手礼、远东泡泡冰跟全力米香的手绘礼盒，这些基隆特色的伴手礼呢，其实只要扫描我们这个虚拟的电子票，也就是 QR code。就可以来搭乘好行跟来尝遍基隆特色的伴手礼。那这些套票的内容就像我刚讲的哦，其实基本上最低的折数哦到了65折，有65折、68折、85折哦，其实最低来到65折。基隆市政府还推出线上购物抽奖活动，即日起到9月26号，只要在三大旅游平台线上购买这三款套票，还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小黄坚设计的手提袋、正反两面皆可戴的造型渔夫帽及环保提袋等这些超卡哇伊的设计性商品。爱不释手的基隆市长林佑昌更加码，从限量30个奖项提升到100个，让更多人有机会获奖。30有点少，我们可以加码吗？可以啊，可以加码哈，可以啊，可以加码，老师可以加码哈。可以，好啊，那上来可以啊。好，那我们就加码到100套了啦。哇，100套 ，OK。好，半秒杀。刘昌表示，基隆在历史、族群、文化及生态上都是一个多样性的城市，拥有丰富多元的风貌。希望在后疫情时代，邀请大家一起来深入探究这个充满活力的山海城市。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